他这个位置是练的，这就是大板，就是大板，他这位置就是大板。再往下一点就不好了，打板的把握会更大一些。好球，林志杰打球贼啊，还不轻易的这个失误。哇，复撤！哎呦，这是硬功夫啊！新疆这样的话，这场球想赢费都进了，因为全靠亚当斯一人的传球少，现在终于有传球了，晃起了弧顶球，应该。